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有请我们的干饭英雄队为我们带来第一个创意秀的推荐。自己最失控的回忆，最矫情的情绪，最害怕告诉你，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过只写在我手机，真的还需要你忘记，都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我们做的菜不能拉我们对唱的歌的后腿。现在的平行时空里，没有海洋，没有陆地，只有不间断的雨季。雨滴落下的声音，有种寂寞的频率，声音可以弱化掉所有情绪。都要付一点代价，会后悔吗？